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孙子，救我！大少，救我！别拉我！别拉我！救我！别拉我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这个呀，送给你，小茉莉，你放心，有一天等我们赶走了日本鬼子，哥哥就回来找你。再见，天亮哥，再见。排长是为救人英勇牺牲的，我一定负责为他请功。我们要向他好好学习，继续完成他留下的任务。是，一定完成任务。我们也为二排长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，你立即去购买棺木。明天，新人村全体共祭一天。是。鬼子拍的怎么样啊？这又要来见什么啊？哎，这怎么不说话了？成哑巴了？
没事，还是我守着他吧。我怕他情绪不稳定，又做出什么傻事儿。钟书记，我是真没想到，您才去镇上几天呢，就发生这样的事儿。肖村长为二排长的死，一直很内疚，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。他现在怎么样？啊，在卫生所打点滴呢。其实，肖村长为救赵早生，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，这是大家都看到的。我就不明白，这二排长的死，也不是他的错误，他为什么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呢？你不理解部队里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啊！况且鬼沟开渠是萧天亮坚持的。哦，您的意思是说他坚持错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就不要说谁对谁错了。钟书记，您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行，不要解释了。以后不管是谁，都不准再提这件事情。既然大家是讨论决定了的事情，那就义无反顾地干下去吗？对，县里几个专家不是也想了不少办法吗？是。走，去做做善后工作。是应该看看肖村长了。重要的是先安定人心。肖村长和二排长就为了救你，要不你这小命就没了。哎呀，吓死人了，捡了一条命啊！话又说回来了，啊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什么后福啊？这二排长为了救他，命都没了。接下来啊，该处理你了。你不要怕，那你也是因为想照顾朱有庆才跟他马车换牛车的呀？又发了疯，关你什么事？哎呀，关不关，至少也有三分责任。你就不要再吓他了，你看他都被吓成什么样了，你也忍心？再说了，关不关他的事儿，也不由你说的算吧？哼，那你说了算啊？应该由事实说的算，事实是什么样，就应该是什么样嘛。哎呦呦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那个狗村长给总书记来了。头疼啊！哎，你不用，没事，这么痒，没事，不用，哎，快点！哦，大家都在啊，钟主任、钟书记，早生呢？到开水去了，啊？那个他是上完厕所打开水去了，哎，啊，他没事吧？要是不舒服，到卫生所去观察一下。他呀，就受点轻伤，养养就好了。黑豆去了，啊，那就好。他是怕你们追查他。追查什么？事故的责任呢？二排长，整个情况高村长都跟我说过了。牛发疯出事故了，这也不能怪他。这样吧。等他回来以后，你们转告他，告诉他不要有什么顾虑，好吧？啊！哎，老先生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呀，钟书记，我错了。